那我们这次的活动主要是要应援台湾登山史上第一次有专业的登山家对世界第二高峰 K2 发起一趟远征的行动。 你们即将启动一个很不容易的计划，那现在又要挑战 K2， 那其实世人对 K2 是觉得它非常神秘，因为它也只是一个代号，像我们知道说它比圣母峰还低一点，但事实上它的难度会高上好几倍。那你们家人会支持你们吗？我家人很好，因为我是单亲家庭，然后我是跟我妈这样子，一开始她不知道登山在干嘛，那时候她当然会担心。 而且担心的是很不理智的那种，因为基本上恐惧是从无知过来的，就是你要担心也不是担心这些嘛，这些都是一些你想象出来的东西。是，对，然后我就说，那不然我带你去爬山这样子，对，然后我就带我妈去爬山，然后第一次爬雪山。基本上这个过程，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他会开始知道说，他的小孩不像他想象中是一个，不像想象中的小孩，对，不是一个小孩，就是我们其实是知道。 接下来开始11天的行程了，就是整条这明确，请大家闭着眼睛帮我思考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承诺，给自己一个承诺，给彼此伙伴一个承诺，给这里的天跟地好主一个承诺。我们尽量不要因为这11天的登山健行活动而对这里的环境造成破坏。第二件事情是感恩。 你可以感谢，就是你的亲朋好友，那也可以感谢老天让我们顺利的抵达这里，然后即将开始，我们都聚在一起这样。上面真的很美，那可以走上去的人其实是少之又少的，那我们是比较幸运的一群。那这个幸运的起始点是我们愿意来爬山。
没有问题，我们就出发啦。好，好 ，Go Go！ 风雨生信心啊！这次为什么会选圣灵线啊？你觉得它是有什么样的东西吸引你？因为圣灵线是第一个是我第一次爬山是雪山嘛，那雪山上去就看到圣灵线，那所以圣灵线基本上是我第一次爬山就知道的一个东西，然后也是我第一次走长程，然后也是我妈第一次走，因为我妈第一次爬山也是雪山。我50岁开始爬第一座3000。然后第一次爬完之后，我根本说我以后再也不可能去爬，我说这样就够了，我爬一座雪山这样爬完下来就够了。可是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就不断的觉得我还可以再试试看，但试试看更难的。走圣灵线对我来说真是一辈子都没想到过的事情。原子，我们真的看不到你妈的车尾灯哎！感觉她真的有在体训啊！有有有！你是不是偷练？啊？你是不是有偷练？哪有？我全校的。来，电脑。稍微拿一点。来，拿。上一次那边还有，他那边是那福利社。在我行动两个重量，我发现站下去不行。对啊。你要借我一下？我不要，我那边好多，要也是我自己的。是哦。然后是小腿的右。小腿右外侧。外侧。对，然后到这边就转，变得很后侧。你那超痛的。嗯，对，还是要压。哎呦，最后700而已，加油！秒到你看这段这样跟你妈走在一起。哦，我妈叫我先走哎。哦，你俩走在一起。OK。引起的画面。OK。好，那等他一下。好，没事没事。对。嗯。他叫我先帮他把床铺好。那你靠边吧。好，我靠边。因为我都把下面和下铺可以睡的给他们了，因为他们器材多一堆。对，他们器材多。对，但是你们主角也是最下面。主角也在下面吗？这么好？我平常带队都把睡上面的。啊，原子还没有当过主角、啊。我还没当过主角。太荣幸了。你的保暖衣哦，那边要穿起来哦，那边待会会冷。波兰公主有那么累吗？不是，我怕会那个姿势会抽筋。哦，稍微晒一下吧。OK， 谢啦。哦，这养儿子在干嘛的？是不是？都是在我帮我儿子倒垃圾，然后整理他的房间，洗他的衣服。那你要反省。冷吗？超冷的。现在的温度是-6°。天这么黑，风这么大。走了就不冷，走了就不冷。
下来。很冷。你等一下，你要造型就不要怕冷了、啊、哦。实在是。这个这样子。哦，这可以翻上来这样。你用这个翻上来。错。比较好看。这样比较好。这样比较好。对。第一次走圣灵的时候，2003年，十三、十四岁，十三岁就走完圣灵线了。对啊，你有办法想象这件事情？我是没办法想象我十三岁走圣灵线的。可以吧？因为那时候其实好几个跟我同年还比我小的都在走，我那时候也不是最小的。那时候会累啦，说就是觉得，或者觉得自己，你要像从雪山这样走过来，这样第一次走那么长，会觉得还蛮那个空间感还蛮神奇的。人竟然可以靠双脚走这么多天，然后走过这段距离，这是一个还蛮奇妙的感觉。你圣灵线走完的当下，你那时候有什么感觉？我大部分蛮顺利，主要是因为天气很好。可能对他们来说，在没有雪的季节来走大巴已经是一个挑战了，就 有可能啊，对那些我们前面指挥的登山客来说，所以你没有经验的时候，你会把那个碰到未知的状态的那个不安跟恐惧在拉大嘛，对，然后就我觉得某程度上是被那个气势被压过去。所以后来你们是怎么决定觉得可以继续走下去？我们就走一些，本来也没有预期要全部走，因为听大家讲的很可怕这样。嗯。然后就测试一段，都 OK 啊。嗯嗯嗯。哇，希望沿途再继续走下去是可以走的。不过你说圣灵线真的，这边看过去都是都是白的、啊。对啊。对啊。雪山那边也很夸张。雪山都是白的。对啊。应该蛮刺激的。对，那整个圈谷都是白的。对啊。对啊。原之去好久，他是直接冲到小坝去先登顶一下嘛。好，很高兴遇到你们，感谢你们的消息，感谢，对啊，祝你们顺利啦，期待看到你们的作品啊。好啊好、啊。刚刚我们有遇到一对夫妻，对，然后他们刚刚坐在这边跟我们说，其实没有那么难。我觉得没有那么难，对，没有没有。对，然后他刚刚还说，机会是留给有勇气的人。哦，好，对，所以我没有很难啦。对啊。哦，辛苦了。是说。不是说应该没什么问题啊。你听到哪里？
我到他逼 到小霸到小霸张口了。你外面吃点东西啊？我不饿哎、欸。哦。对啊。妈妈的。要不要吃点nuts？不要东西，我不饿。好了，这个东西啊。有一种饿，叫妈妈，妈妈觉得饿，妈妈觉得我饿了，妈妈觉得我很冷。没病了。我们其实都在追求你不可能越过但到达边界 cutting edge 的那个临界点上，其实冒险就是追求临界点的艺术，我们怎么样我们的 身体可以进到那个临界点，然后最终我们推升那个临界点。重心要往前倾，你重心往前倾的时候，就有一个向后的侧向的力，所以你要让你每一个脚都是直直的沉下去，这样才不会有那个侧向滑走的力量。那边很明显就会滑，你要看那个冰啊，要看它是那个。在这边的话，这边都很好，这边不用管，这边不好。你这样拍，然后你都不怕滑、啊？怕。你到那个桩的上面，到这边好。右脚上那个石头，很好很好，就是这样，很好。这里很滑，对，这里还好，一步而已。还好有稍微练一点攀岩，这个没有关系哦，先往前，先往前。对，好 ，OK， 左脚上来这个，太大步了，太大步，对，来右手过来 ，OK。你们的企划的简介说，原子带着他妈妈去走圣灵线这件事情，那其实这个部分我觉得是很有趣的事情。像原子他现在走，不管是爬八千米也好，或是要爬阿尔卑斯北壁也好，其实都有相当的风险。那登山者本身是有自己的想法。可是他的家人怎么看这样的事情？当然，你可以说，其实他有得到家人的支持。可是实际上呢，他每一次出发，我相信他的母亲啊，心脏也很强很强。那一直到他下了山联络，他才放下那颗石头。他的母亲其实是蛮伟大的，能够跟着他去爬山，去理解他登山的过程，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那你这一次对于 K2 的策略，你自己的心情是什么？因为登顶完一定是会有，就是比如说在名这一块，对，我是台湾第一个登顶 K2 的人，我没有被这个东西给冲昏头这样子。那个冲昏头，我就分两个，一个是没有忘记去判断那个安全的部分，第二个是没有因为这样子而不择手段的去达成登顶这样子。
Good。很高兴我们这次可以一起来见证原子准备要攀登这个 K2。这一次 K2 很难，希望我写一首主题曲，这样就是应援曲。那个时候你在创作《海岛冒险王》这首歌的时候，期间有碰到一个瓶颈。我还没有抓到说冒险这件事情，它在情感面上面能够有什么延伸跟连接啦。那我就会开始思考说，我也是有孩子的人，如果我的孩子要冒险，我能够那么放手让他去吗？现在是台湾攀登史上历史性的一刻，我们现在在从 K2 的第四营准备去攻顶了，所以我才在歌词后面就是提到岛上住着我勇敢的母亲。岛上住着我勇敢的母亲。信任孩子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而且信任孩子不是每一个父母都做得到，更何况是信任孩子去做摆明的是很冒险的事情，那本身也是需要有一个很勇敢的灵魂。走森林，对啊，我经过的时候没有人排字吧？我好像最早在那边排字的人，国二是吧？对，国二对。哎，国二在这边排字，对啊。排 I love you 是？我排一个爱心而已。哦，对。哎，忘了国二你是跟谁告白？你不重要，你问这个干嘛 ？OK。你走前面。好，走前面。转吗？不用，直接倒下。倒下。对，踩这边，来，右脚这边。对，它其实摩擦得住。摩擦得住吗？对，可以，可以，整个膝，对。好，慢慢往下滑，下面有一个小平台 ，OK， 可以了，踩住了。可以，可以。我腿长。哦，好。再有炫耀式的宣言。对，都可以了。有完没完？对，快了，快了，就快完了。大概还要下多少？垂直海拔不到40还30。哦。找一个小洞。好，最后的考验。啊？要上楼梯。哎，你这楼梯超陡的。进入了。那段很难，你没有。哎，热水都。现成有热水，所以有热水，要喝热水就拿杯子来。好，我们那个保温瓶里面全部是热水，烧给大家。我们进去吧。辛苦了，辛苦了，今天就是难走。你这样爬山爬几年了？18年吧。对。那你觉得山给了你什么？山给了我什么？这个18年的登山经验，哇，这个更难回答。山给了我什么？不要，就不要怕去探索新的东西吧。
那这个东西有延伸到，就是你在山下，比如说要去吃一间餐厅的时候，有，我超爱踩地雷的啊，真的吗？对，我超爱在路上看到没吃过的天气去踩，这样子很雷的就会很干，干浪费林北的生命跟金钱。但对爬山应该不有这种感觉吧？就是爬山吗？对，就是你会觉得哦，爬了一座很烂的山。倒是不会，倒是不会，对，但也没什么烂的山吧。比如说，我现在在霸兰山屋嘛，那我们明天的目的地是苏米达山屋。苏米达山屋，预计总步程的时间是8小时30分钟了。所以中间加上拍摄的时间可能会接近10小时，所以明天早上可能要摸一点早黑出发。我在想，明天我们把所有拍摄的重点放在苏米达断崖，然后我不在乎几点到。我只希望大家可以安全的过苏米达断崖，所以明天就提早出发。我可不可以问一个问题？说那个最大的考验在苏米达断崖，那我们完全没有经验，从来没有去过，会碰到什么样的状况？然后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身体要怎么样来应对？儿子回答。但那个断崖是走一段碎石坡到一个断崖的边边，那个断崖是岩石这样。后面是空的啦，所以视觉上更暴露一点。那主要你要做的事情就是，你可以你往下爬，但是你有一条绳子连在我这边，就像攀岩馆。对对对，就是这样，对，就是那样子，对，就是攀岩馆的雪豹。对。哪里啊？不是猫头鹰。你看他有手，他有手，类似，对他脸长得很像猫头鹰。他下来了，下来了，成飞了。尾巴我关掉。好，头灯关掉，关头灯，关头灯。已经走本日行程的四分之一了，大家。耶！注意保暖哦，各位。好。剧组的每一个人，我都希望。能够做雪豹，对，所以我在想，这样你们人手够吗？可以啊，人手够，人手就是我加一个人就可以了。你在拍的时候也是一个危险的状态。拍的人我觉得就是定点拍，找一个最安全的地方拍。那就到现场看哪边适合拍。对，就是不要走来走去，摄影师们，可以吗？不要走来走去。其实我有点紧张。有点紧张啊，因为每一趟其实。每个人压力都不小，对吧？对啊，那希望压力最大。对啊，就希望可以，希望可以，大家都可以安全的度过。当然了。那行进序列，最慢的走前面。我。还有志杰，可以听。我也是。你不要拍吗？拍就把整个剧组拍进去吧。大家在看的时候会知道，有一组人就是走进来拍这些东西，有多少的幕后的工作人员在一起协力把这件事情完成。在经历这个专案之前跟之后，你觉得你看待冒险这个东西，你有一个不一样的观点吗？或是看待爬山？我觉得爬山的话，就是以前会觉得爬山好像，是一种征服感的感觉，在山的面前，你只会一直感觉到自己的渺小。那所谓的冒险，就是。平静的生活，安逸的生活是大家习惯的。可是冒险它是一个去试探自己极限的动作。那我觉得很多珍贵的东西它是必须
冒险才会得到的。你现在是放弃跟他好好对话了吗？哇，干啥？哇，我怎么希望就这一段了？如果再有一大段，我们今天就不用到了。我们今天要在正主里奋战到晚上了。这是渺小的一天，也是伟大的一天。期待以后的冒险。目标是山的顶点，面对所有的考验。看看前面还有，好帅！别去吧。空气稀薄，交接一下。过了，过了。后面可以慢慢跟上哦。说不出话。清醒去勇敢的啊！没想到是放这种公司的骗子都要被消音吗？会，我干你娘！哈哈哈哈哈！真的酷啊！哇，太美了吧！壮阔的海洋和山林，可以可以。老地方，下背包吧，我们这边稍微大修一下。到穆特勒布的后面，但它是一大片森林，它山屋就在里面。我们现在从这边到布秀兰山大概要多久时间？看有没有刚刚那种建筑。看，右走很刺哦，小心右边。好，来吧，继续呗。这边雪太厚，所以本来的路径是被盖掉，所以就反正就抓对地方就可以了。没走吗？好，来吧。走一趟这个不知道骂多少脏话，绝对是辅导级的影片。妈妈表现得怎么样？很好，十分坚强。好，黑队，对。好，摸那个最尾端。好。冒险的行动不以生命为代价啊，就不叫冒险。冒险，因为要以生命为代价，所以你时时刻刻会对你的探险进行思索。你要了解自己的身体，了解自己的技能，了解你面对的自然的。10:30。人生第一次的雪地，来 Rainbow， 它放到自然世界里面是人面对生死交关的片刻，它放到人的社会生活里面是各式各样创新力量的来源。冒险者回来讲的故事都会变成那个社会最想听的故事，一方面把人性推到了一个极致，另外一方面他看到了我们寻常人的所未曾得见的事物。对啊，完全没有想到这件事情，真的。然后就看到那个原子，然后跟那个斧神，然后在帮我们，就觉得哇，眼眶泛泪。有什么感想？就觉得大家都在一起真好。这边工地，你们休息一下，我先往前开一下路。好，要不然。你这边不是很好哎，我觉得。哇，压力超大。有办法请你飞空白机飞到那一边去看雪况吗？我们现在在想，如果再过去雪还是这么多啊，风险太高了，可能要考虑撤退啊。这直线距离应该1公里吧？1点多嘛。对，差不多。导航位置。他从这个零线这样上碎石坡这样上来，嗯，对。然后要从这个有雪的地方下到树段的起点，
这边才要推降。但是重点是上苏米达山的路会比刚刚那个雪坡还不好上，我不觉得这个适合继续上苏米达。嗯，你看这边都是。哇，你开的什么烂路啦，布土，把路开好一点好不好？妈的！你们那不是开对讲机有那护道？你没说开，我都放你耳朵旁边了，你在。我昨天不是说到营地再开？你有没有看一下影片？你判断一下。原子跑那么快，原子跑上去看再回来就好了。没有，干什么空飞机都过去看的，干旁边。现场看跟空飞机看不一样啊。是啊，要看吗？啊，慢慢走应该可以吧？干会摸黑下树段哦。现在才十二点，那么早，怕什么？对啊，对啊，要走这个雪坡了。对啊，要走这个雪坡。对，还会到最高点。石头我觉得还好啊。干嘛跟下面？路是这边是整个那个。这里是整个是雪坡，好不好？上面走。有他们刚刚上那个就很嗨了，我刚刚开始让他们上来耶。你说这里，你现在进退都很尴尬，你干脆往前走。那我觉得看啊，不能过再说。那不能过，我们有什么方案？不能过的机会成本很高啊。我觉得只有协作家我们的话是可以过，只是还有摄影组。因为刚看初段其实没有雪，如果真的不行，你们是被这段吓到，好不好？这段是真的很陡啊，很陡。那边就是苏米达山啊，对啊，是啊，超缓的，好不好？拜托，那么缓呢？那他不是走那个走林呢？真的不行就加深啊，他们全部轻装背包，我们再回来背了，慢慢拖，慢慢运吧。对啊，你都躲到这了，要拼吗？干嘛要退回去？你们有长镜头啊？有，够长吗？OK 啦，我过去看。妹子，哎 ，OK 啦，我怕你们走不上去，好不好？你们刚刚上那个雪坡都快死了。我觉得工作人员要不要大家一起？我跟阿哲讨论是这样，我们如果是我们带队，我们不会上去。嗯哼。好，那我先问一下，最后决策者会是谁？你呀、啊，是我，对不对？啊，巧。好。分钟想一下。在社会生活里面讲撤退是一个负面的字眼，可在山上不一样啊，你撤退之后你还要回程，回程它的艰难跟挑战也不亚于你要往前进的那条路，所以通常撤退它代表着还需要付出额外的努力，所有在大自然里面从事探险或冒险活动的人都知道，我们的目的其实是旅程，而不是终点。出发其实就是成功，因为你勇敢地跨出了你生命那个边界。所以，撤退是一个光荣的字眼啊。在场剧组的能力都比我妈强，大概有八九成是其实大家都过得去，也能够到苏米达山屋，但是大概会有五成以上会是大概天黑左右，我们到苏米达山顶，然后我们要摸黑去过断崖。对，但是可能会有一层，有可能会有出一些意外这样子，我觉得，或是零点五成吧。可是我不想接受零点五成的后果。所以是因为你带着你母亲的关系。是啊，是啊，因为它是地标啊，所以它安全就是大家安全、啊，不是吗？对啊。你那个时候在 K2 世界第二高峰的时候，你选择撤退，你在想什么？没办法爬，驾神队撤退，半夜撤退，哎 ，shit，
所有人都在这里宕机。类似哎、欸，类似什么？就可能大概有一个部分可能会有状况，那我就不想去冒那个风险了。为什么不想去冒那个风险？我不想死掉，就是活着才有可能性啊。那个可能死掉就停在那边了吗？是那个可能性是为了什么、啊？可是求生不是生物的本能吗？不一定，人想要求死啊。没思考到这么底层的，现在思考，现在思考，对。这答案很多哎、欸，可以是我想爬更多没去过的山，然后。跟我在乎的人有更多的人生的共同的经验。我母亲、我女朋友跟我一起爬过山的大家，有一个绝对不能变的前提是大家一起平安的下山。只要有一定程度的风险会抵触这个前提，我就会撤退啊。因为今天有任何人死掉，我会就这次就是这一趟。哎，如果我是做决策的人，那有人出什么状况，我会很痛苦啊。因为是因为我的决策而出什么状况。撤好了啦。哎，如果决策者是我的话，我决定撤哦。好，哦，嗯，我们就支持领队的决策吧。好。回断能。好，回断能 ，OK 啊。好。好、啊，那上路了，那就上路吧。我目前的计划是今天回上海，明天到石大山，那明天再做后续的决策。那最快有可能会在后面继续。我没有预期到这段路会变成这个样子，就是这样，就是你们都是我找来的，然后我如果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带你们翻过去，我知道我在哪边。嗯，可是后来这也是 part of a story 啊。我知道啊，所以一个过程，其实我觉得过程比较要紧。我觉得我们走到这边已经有一种很特别的一个凝聚力。没有，我的 partner 这一双，下一双。其实你刚刚问我说，为什么还要就爬山？其实是就肉体来说，是真的是很痛苦的事情。其实我这次走森林线过程当中，我稍微想一下，每次走完一趟，为什么你还可以忘掉那个痛苦，然后一直记得那个心灵的解放跟快乐？有什么新的东西进去，是一种意识的转换，我觉得是一种成长吧。爬山这十五年来给我的是让我的身体、心灵都处在一个自由的状态。只是你那时候崩溃，我有点担心。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好有深度，好有深度。那现在对你来说最开心的是什么？我50岁第一次爬完雪山，或者说我再也不干这种事情了之后，可是15年后，我还能够这样走一趟，有原子陪着，他有这么多的好朋友陪着我，然后一起走这段路。我觉得那就是老天的恩赐，就是感激。那现在对你来说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
现在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可以好好的爬自己想爬的山，然后不用操心太多事情。对，这样太理想了一点，可是对，可是可以如果做到这样，就有点像是你可以好好的拍你想拍的片，你不用担心经费。对，很开心吧？我一定要剪进去，超开心的，对不对？这样超开心，超开心的吧？对啊，很开心哦。嗯，对，大概是这样。然后第二个可能就是每次可以成长一些，然后回来。然后家里有猫，有女朋友，很好。好，看。雪地的经验，所以我第一次看到那片雪的时候，就是觉得哇，这片也太棒了。然后如果我爬上去拍，这个画面真的太屌了。只是脑筋里面只会觉得要捕，感觉好像等一下上去可以捕捉到好像什么样的镜头。就是毕竟我们是剧组，不是像他们都没有经验的人。可是我们大家都是为了这部片，然后一起到这片山林里面，然后走上那个雪坡的时候，然后就看到原子就是。把绳子加在身上，然后一个一个把大家接上来。当下就觉得，哇，就是这股能量，这股力量，就是说不上来，就觉得很感动。很好，很好，来，很好。Yes. 谢谢。来。我就已经算是蛮危险的地方的时候，不管是好我或者大我，就是你们都来得拍。我那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很想要打断你们，我很想叫你们先把自己安全的送上去再说。我觉得我们能够一起到达那个地方，真的很了不起，因为我们大家都觉得这件事真的。很重要，而且大家的心这么在一起，然后一起到达一个我们都认为不可能到的地方。